接下来请收看长老发育。第八种巨症的归因，一般的说呢，归于三宝，归于佛法僧三宝，相信了归于佛法僧三宝弟子，不要相信世间所说的吉凶祸福。很多的现象，像我喜欢呢。蹊跷，如果早晨你起来蹊跷在那儿一叫，你高兴了啊，因为啊蹊跷吉祥呢。如果乌鸦来叫，你又倒霉了，今天一天不顺当。这是什么呢？妄知吉凶，这事跟吉凶毫没关系，但是你喜欢不喜欢。或者做一个梦，梦不好，那你感觉着就很坚定，一天都心里不舒服，这叫妄知。梦不是假的吗？妄知吉凶祸福，这都属于外道邪门，外道邪门。咱们中国是因为喜巧吉祥，见不得乌鸦。到了印度去，恰恰相反，印度是乌鸦吉祥，蹊跷啊，是叽叽喳喳，叽叽喳喳，是是非非的。这个就执着啊，妄执啊，没有真理，没有理性可依据的，有什么基础可依据？曾经那时候相见时候，有很多妄知吉凶祸福的，有时候在那个街道上贴几个句子，夜梦不香贴在南墙，太阳一照啊化为吉祥，这不是妄知吗？没有这个事儿啊，这妄知吉凶祸福等于了归于外道邪魔，相信这个不是归于外道邪魔吗？但是据正的归于，原来就虚妄之中吉凶祸福，吉凶祸福是转变的。你心里感觉不舒服，我们给他受三归弟子跟他讲到，你念念嘛，归于佛，归于法，归于僧，一念就行，就化为吉祥，都观想一点，对着那邪魔邪智，居住精进，坚固勇猛，修诸善法。当你发了菩提心，行菩提道的时候，执心是道场，精勤向道，正念菩提。或者念佛圣号，或者念菩萨圣号，说你烦恼来了，不高兴了，因为说的不吉祥，上来所说呢，念呢，说念文殊师利菩萨，那五台山，或者念观世音菩萨，念地藏菩萨，那个渐渐就消失了。说念诸佛的圣号都可以。第十呢？常乐寂静，不要到困闹地方去。人多是非多，但是心里想什么呢？求法，法里都含着有道理，常是欢喜，求法乐。法里有很多的快乐，
那个乐呀，不是人间相，是出世间相。这就是菩萨。这十轮是善轮，善轮。善男子要真善地的擦罗文乃真善学的罗，要男要女，成熟十种有意行轮。以现生中树能种之深文成种，令不退失。回现身正声闻成所有的圣法，回声闻成诸圣的法器。佛在这儿说的三乘非常的分明，是吧？这一类属声闻法器，声闻法器不是独觉成的法器。但是非独觉成大乘圣法，也不是大乘，也不是独觉成，得非常独觉大乘圣法的法界，是吧？这一类的善根众生只属于声闻成，不是大乘，不是独觉成的法器。应知此中独觉大乘皆入是说，上来咱分别的是三乘哦，而慈悲喜舍那是大乘了，原世间相独自悟道的，没佛出世的，那就是独觉成了。上来讲的是三乘，但是这三乘都是这十种叫有意行轮，十轮当中的有意行轮，咱们以前讲那个是无意行轮。没有善法可依，这是有善法可依的，能离苦难的，但是这些个善法，一切声闻、独觉菩萨、诸佛如来，皆同共有，就是世圣啊，而这些法呀。声闻缘觉菩萨佛这是圣法界所依的法，这是笼统说的啊，没有分别。还有十轮，善男子佛有十种有依行轮，但是以下要讲有意行轮十种呢，是不共声闻、闻与独觉菩萨、如来皆同共有，把声闻剪除，独觉佛菩萨共有。要是真善地的擦得罗王，乃是真学得罗，要男要女，成熟十种有意行轮，以现身种树能种植独觉成种，令不退失。专讲独觉成法，讲因缘法。回于现身正独觉成的所有圣法，这样的成为独觉成的众圣法器，专讲独觉成这一类的法器。何等为师呢？说哪十种清净的十轮呢？说一者修行清净的身与意三业清净，有十种轮相，十种轮相，说什么业是身业清净？断灭了杀盗淫。什么是语业清净？没有妄言取语两舌那口。什么是意业清净？
消灭了贪嗔痴，是一种啊。二轮，二者十轮，居住惭愧，厌患至身，在身见上绝不贪爱这个肉体，自己感觉到不能离圣教太远了，离圣教远了，就说的呀，十轮不清净，就不能够使十轮清净，不能解脱世间的烦恼，不能厌离自己的身心，同时对他的身心不去贪着，衣食住行就不会去放逸了，说居住惭愧，不但厌离自身，也厌离他身，在他身上不要去贪爱，这有两性关系啊。含着这种意思，厌患他的身形，厌患自己的身形，不贪着他的身形，也不贪爱自己的身形，就是居住惭愧，厌患自身，也厌离他身，三者与无取运深生部位，这个是指着有漏的无运而说的，无运，就是无运嘛，是色受想行识，取着，不要在五欲上是贪着、执着的意思啊。厌离五欲，对于五欲啊、五蕴呢、啊，不起贪着。为什么？五蕴是烦恼，就是咱们贪吃、贪财、贪一切贪爱的物质。凡有贪，就叫烦恼；无贪呢，无贪就无恼。为什么叫取？取就是执着，执着色，执着受，想舒服，受是享受的意思啊，色受想行识这五蕴，就是因为烦恼为因而生起的，烦恼为因生起的五蕴就有取蕴，取蕴，因为五蕴是从属于烦恼，所以叫取蕴呢，它是烦恼所滋生的，但是五蕴呢又能够生烦恼，叫取蕴。四者见生死合极为难道，我们经常说了生死啊，生死啊像大河一样的，没有慈悲船渡不过去的了，这个词是以法，以法为船，是原则是由十二因缘看他的生灭，因为你糊里糊涂的，在这糊涂当中所升起的，升起的什么呢？色受想行识啊，一切的法相，迷惑了，在六道里轮回，超脱不去，就是沉沦于生死的河，想渡脱这个河呀。了脱生死非常难，
什么是死了又生，生了又死，死了又生，就这么生生死死的六道轮回来回飘荡，渡不过去，也没有个方法渡。佛所说的教法就等于船，你能渡了生死河了。因此第五取运呢，就是常乐寂静，要离开苦恼。苦恼当中呢，身心不难，修道不易。正在山里头就清静的，你到踏云寺就不清静了，现在山里也不清静，说一天你就抬回镇去混去，那就不清静了。你在寺庙里头很清静，我们那来的人看我的人问我说，你这就是好多人啊，我说好几百啊，我怎么没看见呢？我说你在房子里头没出来，房子里修行呢，看经的呀，或者听课的呀，或者拜佛的念咱呢。说为什么不苦恼？几百人他进到咱们这寺院里头来，像没有人一样的，他看不见人，他各有各的功课。他说你得抬回镇就不行，到太原去那更热闹了，到上海去更不行了，那叫苦恼的地方。寂静呢，人很少，很清静。六，恶恶恋，恶要恶恋要，不及他事。反对苦恼，希望清净。恶恋要就是寂静处，清净的处所，能不能搜索？有时候叫恶恋要，经常翻的又叫恶恋要啊。就是远离啊，人烟少，远离人烟的少的地方，守护住根，心常寂静。在你习行禅定的时候，把你眼耳鼻舌身意啊，这六根看好，让心呢、从这寂静当中。不为一些尘所动，有六尘境界，不动心，就是修禅定的意思，禅定的意思啊。在一些法上，不要胡思乱想，就不打妄想，而也不起念头妄念，妄想妄念呢？都把它断除，离开你的妄心妄想，把眼耳鼻舌身意要常时守护好，别让他们犯错误。咱们这个凡夫心啊，举心动念常犯错误，假使你念一部经，不管念长的短的，就念个心经吧，84句话。等你念完心经了，你看看，你有好多的妄念在里头。念一部地藏经，念一部华严经，那个妄念可就多了。你不是清心既定心来念，你是夹着很多的烦恼，第八，善观缘起，审查因果，
观一切法的因缘怎么生怎么消失，这缘起诸法啊，缘起无明不停的了，无明不是静止的，无明是躁动的，不明嘛，不明，不明它的运动，所以都有形啊，这里头难假名字，说这都是假象，说这是人呐、那是狗啊，那是猫啊，这是房子啊，那是河呀、那是山呐、这都叫虚妄的假名，没有一件是实体的，都叫缘起法，缘起法，要审查他们的因果。缘从什么地方来的？这就深了，性空，空生大觉宗，空在什么地方中呢？空在大觉宗生的，没有空的名字的了，空的名字是假的，这个名字是假的，空就是没有，没有还有个空吗？有空不是空，说空的时候已经不是空了，又是缘起的，对待说，空对着有说的，没有有不会说空，因空而说有，说观这些法怎么样产生的，它又怎么样消失的，消失到哪里去了，产生如何产生的，是观法的升起，观法的缘灭，处在无佛时的这种观念叫独觉，也是佛所说因缘去观察时呢，就叫缘觉，就十二的因缘法。一年有四季啊，春生夏长秋收冬藏，一个季节的一个季节的不同，这个因缘可不是那个因缘，那个因缘可不是这个因缘，比如说我们出家算不是缘起法，你得有因缘呢，但是这个不是的，这个因缘跟社会的因缘不一样的，但是也是缘呢，因为什么你起个因，就是你想脱离世间，想出家，你想出家就出到家了，还得找个师傅吧，还找个庙吧，那个你想出家那个心是因，找到庙了，找到师傅了，那就缘，因缘成熟了，你家才出得成，但是出了家如果想成道，发一个因，想成道的心，发菩提心，又是因，或者参加礼佛呀，参加拜忏呐，甚至是启发呀，这又是缘，因缘成熟了，你成就道业了，这个因缘消失了，这属于善啊。你这种发心的因很好啊，来成就了，出了家了，又有几个恶道友又产生恶因，三催两催的还俗了，霸道去了，那这就是恶因缘，因缘断了，咱们前头讲的啊，前头讲的，当你前生的善根积累的，能让感应到今生有一种善缘，能够依着善法处理家庭而出家修道，
现在的一种乐园是乐友，完了就跟他共同的做乐事儿，破戒、霸道、还俗，这下子把善乐园变成乐因缘，把你过去的善根呢一下子全摧毁了。这一摧毁了，可不知道哪一辈子何年何月，那个善因再生，那这个时间就长了，这叫审查因果。等你静思的时候，我越能够入合，使我这个善因善果让它相续不断，那直至能达到成道啊，那成道。但是终结和寿命尽的时候，为什么求极乐世界啊？求生极乐世界啊？在这个世界是没保障的了。来生与一种他的因缘，你又堕落下去了，一会儿浮上来，一会儿沉下去，升到极乐世界就没有了。莲池海会都是善友，那佛是大善知识，阿弥陀佛常识注释，阿弥陀佛是无量寿无量劫，你常识文法这样子啊，你就常乐勤修等持净律，第九个善论啊。等持呢就是定，定的别名叫等持，说心住在一个平等的境界上，定不是有时候出定了，有时候又入定了，是这个散乱心专注一境。咱们前头讲的三摩地，心住一境就叫三摩地。等持就是你所观的景，把它专注在一个缘上，令你这个心呢不散，令身不散，这个就是智慧。有智慧才能要求你这个心不散乱，舍子的静止状态，叫寂静状态。等词呢要把你的心住在一个圆的性上，你所圆的性住在上头。等词静虑，静虑就是说在这一个圆你能细念寂静下来，再不干扰。凡是等词也好，定也好，都叫静虑。静虑是总称，清静下来，心里头还得有动，有动。这个心动呢，就是都在法上，静虑，就是观，修观的那个观，叫静虑的一名。惯例的胜了，惯例的胜了。如果你持名号南无阿弥陀佛，不要在数字上争教，就是一句话每一个字念念清楚，念念了了，念念分明，了了分明，相续不断。一夹着妄想，那就断了。可是还在念，但是里头不存了，不存了，那不叫等持了。等持静虑，
就是念念的相应，相持不断。使者呢，与净其法，能散除灭。净其法是什么？就是心呢、啊，心能够使这一切的运动的当中，啊，作为种子，一切法的种子，啊、这个净啊，就是阿罗耶识，即是感召的是。即起，起呢？由这个时所生起了一切法，不论善法也好，恶法也好，要即起，从时上所生起的。即是把很多的事物集聚在一起。独觉菩萨修道的时候，他带的身心当中升起种种的因，他把这个因把它把持住，不让它消灭，这是善因的根本。那一切的恶都消灭了，善因不断的增长。善男子要有真善差的力王，那是真善须陀罗，要男要女，成就十种，成此十种有一行轮，与他现生中能够数能种之，独觉成种，成了种了，成了独觉成种，令不退失。能够与现生正独觉成所有的圣法，独觉成的法器，这是成哦，成了独觉成的法器。善男子身闻一切声闻独觉有一行轮，合起来说，声闻独觉成，他们是有一的。这样修行，一切声闻即入独觉，以此此轮，数能超度三有的大海。三有三界有生死的，但是有生死的这个苦海大众。超度输入涅槃大乘，这涅槃大乘，善男子有一行轮，是何具意呀？佛给金刚藏菩萨解释啊，这一行轮它的道理是什么意思？什么叫有一行轮？是什么意思？佛给金刚藏菩萨解释，言有一者，什么叫有一呢？名有智取，智作取，由我所依，谁取呀、啊？谁自取呀、啊？我呀，由我所依，有所摄受，有所系统，这叫有一。有一是执着取舍的含义，必须先有我，而后才有我所依。我都没有，哪有所依啊？先有我，而后有所依的法。这法什么呢？就是境嘛。有我对着境，我是心，外边是境界，心和境。这叫有一，有一，有一就是执着取舍，有我就有我所，
谁举手接受呀？我呀，取什么呢？取景啊，我所依据的，我所取的。冬天冷了，我想生个火，要取呀、啊，取什么？取暖呢、啊？生了火了就难有了，这叫生活当中必有所依。什么叫有依啊？就是你生活当中一定有所依，有个依着。这个执着呢，就是贪之继续，一切奢受也贪爱的继续。有一行行，行就是运行，运是五运，界是十八界，处是十二处，都叫有系属行。有系统的，都有系统的。五运那么三受想行识，五种它不停地在运动。行的本身有运动力，经常的不停，昼夜的不停。要停了呢，停了死了。人们心脏停了，停上十分钟，那人就没有了。不停久了，说他不停的，像心脏一样的，一切事、一切法，都在运动当中，从来的不停的。不停什么呢？不停那个运动，一切时从来不停的，外边的一些境界相永远不停的。受就是领纳的意思，运界处，领纳叫受，说外边境界没有了，但是你内心的境界有。外边怎么说你静下来的时候，或者你睡眠的时候，外边境界没有了啊，但是内心呢，境界就现了，那叫法尘，法尘就是法身境界相，内心所领的自己的法身境界相。对，所以佛跟那个金刚藏菩萨说有一轮是什么意思啊？说有也有一热，就是知取，知住取舍，有我所依，有我所依就舍受所有这些系统。这行这个运动呢，说五蕴在运动，十八界在运动，十二处在运动。五蕴色受想行识，它在运动当中，十八界六根六尘六识，六根呢眼耳鼻舌身意，六尘呢三生香味触法，这两个合起十二个，中间加一个，十八界，六根六识，中间还有个十啊，六十啊，三个加起来，十八界，根和尘没有作用。但六十啊，在中间一分别就起了作用了，这都是有系所行。一个有一个系统，六根有六根的系统，六尘有六尘的系统，六入有六入的系统，这叫有系属行，都是运动。那住运呢，就是集聚的意思。十八界呢，就是合成的意思。六根合成六识，六识再加个，再加个六尘合成也。处就是入的意思啊，处就是入的意思，轮呢是什么意思呢？
教授教诫之伦，教授的法，教诫你不要做的法，有佛的教授教诫的法，都叫轮，像轮子一样的，永远不停的，也像那个转轮圣王所生的车轮一样的。会手行轮，入世一切生物缘觉，依止这个轮求涅槃道。所求的这个涅槃不是佛的涅槃，二乘的涅槃，他们也成为涅槃，但是他们不是大乘的法器。佛说我给他们说法，教授他们，教诫他们，所谓的转轮摄王车轮的一样的了，那个法呀，用车轮子底下障碍，车轮子底下有些障碍呀，小石头啊，土块啊，那就是小障碍，大的你就轮不动了，是吧？一切声闻缘觉他们所依的行轮啊，说大乘法他轮不动了，他就不转了，只是二乘法当中他转，所以叫行轮，行轮有比以此上下列行，说二乘人所修行的声闻缘觉的法门都是自利的，自利不利他的，说叫下列，我说大乘的那才叫真实的，真实的，有比以此这下列的行不，不是大乘器，不是大乘的法器，有为自取自助运行经不厌患，自取自行助运，就前头所讲那个执着取不舍，在执着取舍的产生了法的观念，厌患了，经不生子，想要学解脱，有这个运行啊，受无量苦，忧愁苦恼，不求解脱一切有情而修行过，他修行专为自己，不是求解脱一切众生，他这样的修行，所以他不是大乘的法器。有比一子执着戒行经不厌患，他自己住的十八戒，那是六戒，行就是他所用的功力，因为修行他产生恐怖厌患，厌患生死，修苦集灭道，或者修十二愿，解脱了，只求解脱，把这个忧苦厌倦解脱了，但是寡为自己啊，他不解脱一切有情，他的修行专为自己，可不是修行一切众生，非大乘器，不是菩萨，和小乘的根器。有比舍受自助处行经不厌患，对他所看的三界啊，惊恐不为厌患，要自己修行断烦恼，把忧苦解脱，自己求解脱忧苦，但是不管有情，就是不求解脱就众生，不求解脱有情而修习，非大乘器，所以它不是大乘的法器啊。
有比信说有戏属性，宇宙有情不乐舍生，不喜欢舍受一些友情，没有慈悲，因为有系数，不是无系数，有到无系数了，就是大乘气了，这叫有意行论，只对自己，不利他，不利他，不利友情，有比观他，具受众恐，时而不教，但为自是求解脱故，非大乘气。看见一众生受苦，他不去救，只管自己，不管他人，人家解脱就好了，不管众生，非大乘气，不是菩萨，不是大乘的法器，这个气只是法器说的。有比自断烦恼手，不乐断出一众生的住烦恼手，寡断自己的烦恼，不愿断净自众生的烦恼，所以说非大乘气。住烦恼手，手字是形容词啊，没什么意思的啊。形容什么呢？说断烦恼头，手就是脑壳的意思。断烦恼头，不烦恼头断了，烦恼就没有了。断了脑壳还活得成吗？形容词啊，说断尽烦恼，但是寡断自己，可不断众生。因此，在我们念经、持咒、拜忏、发愿回向给一些众生，当你回向给一些众生啊，就是菩萨了。在我们的定的功课当中，你上早晚殿乃至吃饭穿衣服所以为什么要念净恒品呢？处处的都是以众生为首，不是度自己，要度一些众生。那二乘人，他们拜忏，他们回向，没有众生，但愿自己烦恼无缘断，断自己烦恼，除自己的烦恼，断自己的烦恼，那就是古人所说的至少门前雪，不管别人的瓦上霜。有比不能取大乘轮取菩提，所以说非大乘气，不是大乘的根气。有度有比不能随大光轮取菩提，大光轮是大乘法啊，大光轮是灭众生烦恼的，因为他们不能够，所以他们不是大乘心。大光轮是得有智慧，有智慧才能度众生，才能灭众生的烦恼，灭众生的苦难。有比喜乐独以无侣，如涅槃禅而修一功，非大乘心。独自静修，独觉菩萨不会打伴侣的，声闻乘有时候会打伴侣，独觉乘不打伴侣的，二乘人不讲究伴侣的，伴侣是一些众生的意思，愿意给人家做伴，就伴侣啊。今天就讲到这里吧。梦参老和尚，1915年7月13日，生于今吉林省白城地区，1931年
在北京房山县兜率寺出家，一生学通显密，教通八宗，畅讲华严，力弘地藏，虽蒙雷泄之灾33载，弘法兴志未曾稍歇，于2017年11月27日在大陆五台山安详施集，享受103岁。感恩孟参老和尚一生演说大乘，少龙佛种，缅怀风范，祈愿老和尚早日趁愿再来，慈悯度众，利乐有情。哇哦，狗狗好可爱哦，但是没有主人的狗狗希望有人爱。你可以选择狗狗的品种，但是不用选择的是他们的忠心，他们缺的是一个机会。在外面流浪的狗狗们也渴望您的关怀，需要您的帮助。台湾救狗协会邀您一起护持、救护、养护流浪狗。划拨账号5001-6766，5001-6766，户名台湾救狗协会。已婚妇，我皈依迦瑟佛的教法下修行，受持境界，今生虽然没有得到什么成就，希望来世出家摧毁三界烦恼，成为阿罗汉。希望我将来能依照你的教导先结婚，以后再于释迦佛的教法下出家，摧毁三界烦恼，证得阿罗汉果位。老弟，我们两家的关系可不能这么断了呀！啊，对，不能这么断了。不如我们来个亲上加亲，为我们还未出生的孩子指腹为婚也好。将来我家生个女孩，你家生了男孩，就将我的女儿许配给你儿子。生了，生了。嗯，好香啊。子女长大必拜世尊，出家得证阿罗汉。今天的事你什么也没看到，什么也不能说，明白吗？是是，我什么也没看到，什么也不说。嗯，好了，这是明年的事情了。谢谢谢谢。没事吧？没事，想必这产婆也不敢说出去。这样就好，咱们女儿与大人的婚事还有的商量。嗯，咱们家就靠你了，乖女儿。报告夫人。什么事？外面有传言说小姐是个佛子，
长大必拜世尊出家，正得阿罗汉。什么？这该死的产婆，快去把老爷找来。慢，小姐呢？好像在书房看书。带我去。你说你好好的一个女孩家做些什么不好，非得像个和尚一样的诵经念佛，有什么用？好了好了，你就给我好好在家待着，改天就嫁人，看你还念不念佛。嗯，哈哈哈哈，儿子来坐下，为父有件好事要告诉你，你先看看。啊，父亲，这个指腹为婚太儿戏了吧？哎，怎么说是儿戏呢？此人乃是为父的至交好友，早在你还没出生的时候就定下了你们的亲事，如今你也长大了，准备一下迎娶对方过门。既然如此，那就听父亲的安排吧。哎，出事了！哎，出大事了！慌什么？出什么事了？少爷，少奶奶跑了。什么？跑了？少奶奶跑去出家了。来人，和我一起把少奶奶抓回来。施主，这里是佛堂圣地，不知你们火冒三丈前来所谓何事？何事？难道你们还不知道吗？我们家少奶奶被你们关在这里。少废话，把人交出来，不然的话……阿弥陀佛，你快跟我回去。请您慈悲我们这些沉溺在生死轮回中的可怜众生吧，请传我相应的法，我也想出家礼佛。现在我只能让你摧毁萨迦耶见，证得预留果，如果想得证阿罗汉，还需要你出家精勤修持。好，我回家对父母说一下就可以出家。前世即是今生，现在就是未来，因果轮回，报应不差。由于他们发愿先成家，再出家正果，现在他们的愿力成熟，所以今世能在我的教法下先结婚，再出家。